位处大埔半山芦徽路，远离市中心和港铁站，拥有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。这里是大埔区最新登场的豪宅屋苑，由希慎和香港兴业合作发展的临海山城。项目合共提供262个分层户和洋房，实用面积由1010至8030尺，户型涵盖两房至五房，单体面积已经可以见到项目的豪宅气派。今次带大家参观位于六座五楼 B 室的现楼示范单位，实用面积2259尺，零连平台和天台，有私人升降机大堂，属于三房两套的间隔。单位的厅区呈曲尺形，除了可以明确划分客房两厅之外，亦都设有家庭室。设计师将家庭室打造成为私人品味空间，放着音响和黑胶唱片机等等。整个厅区都采用落地玻璃窗，外望八仙岭、船湾淡水湖和吐露港一带的海景。望海景的一面外接平台，设计师放了户外梳化。饭厅就放了长形饭台，饭台隔离就是厨房了。虽然临海山城户户都过千尺，不过看回楼书入面都有不少单位用了开放式厨房设计，好像今次的示范单位都不例外。我们一起入厨房看看。咁咧，廚房咧其實都四四正正啦，都有成大約150尺嘅空間，做到三邊嘅工作台，加埋呢個中島工作台連廚櫃啊，儲物空間同備餐空間都非常之足夠啦。嗱，不過咧，開放式廚房最大嘅舊病就係油煙多嘛，設計師咧都諗埋呢一 part 啦，幫大家咧喺呢度做咗一個趟門。有需要嘅時候咧，閂翻嚟都可以阻隔油煙。主人套房占地近230尺，另外连接衣帽间和套厕亦都有工作平台。主人房可以摆到特大双人床，另外亦都放了梳妆台。套厕就采用五件头的设计，有浴缸、淋浴间、坐厕和双洗手盆。另外两间睡房的空间差不多，都是可以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单位有后勤空间，入面是工人房和洗衣房等等，另外亦都有后门连接公共升降机大堂，户主亦都可以由后勤空间的楼梯直上私人天台。设计师在天台放了户外梳化，另外亦都有烧烤炉等的设备，为户主提供一个宴客的好地方。临海山城远离市中心，暂时未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接驳屋苑，但是屋苑的车位数量充足，每户都可以分配多过一个车位，方便住户揸车出入。项目亦都设有超过34000尺的住客会所，命名为 Club Luca， 设有 Earth、Mountain、Ocean 和 Wood 四大主题园区，提供大约30项设施。设施包括户外游泳池、桑拿房、酒窖、雪茄房和儿童游乐室等等，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住户需要。而会所亦都加入了不少艺术的元素，更显豪宅品味。